熬夜也要看完的四部劲爆动作电影，不好看你揍我。第一部特警判官，出乎意料之外的精彩，过关式剧情，推进外加枪枪爆头的 B 级片质感，难得是动作画面和暴力画面相当优美流畅自然。第二部全面反击，丰满的剧情，视觉效果完美，特技制作达到的巅峰，格斗枪战忍者悬崖对决，伦敦爆炸，看得人目瞪口呆。第三部单刀直入，美国式暴力影片，动作场面枪战效果逼真，故事题材真实，非常男人的电影，没有半点冗余的剧情。第四部最正子弹，彪悍的机械师，能打又抗打，开车更生猛，整个故事一气呵成，短小精悍的动作片，血脉喷张，欲罢不能的超轻动作电影，让你肾上腺素急速飙升。 SVI Cloud 看细胞剧买小云，就是要高清。